Iris and the Giants 是一款结合剧情探索的 Roguelite 卡片冒险游戏。主角 Iris 因为受到同学的霸凌，走向了绝路，从高耸的跳水台上一跃而下。弥留之际的他将在冥河边试图鼓起勇气，重新面对内心的恐惧。玩家将借由手中的卡片击退挡在面前的敌人，一次次的轮回挑战。但由于每张卡片都只有一次的使用机会，因此出招前请务必谨慎选择。在挑战的路上还会穿插许多 Iris 的回忆，借由这些记忆片段，玩家将能够在下一次的冒险中获得更多的 buff 能力。请试着搭配所有招式帮助 Iris 获得击倒心魔的勇气吧。